大家好，相信有些人已经回到职场工作，更加需要保护自己，坚持每天练习一篇捧气灌顶，或者是得空开合拉气，保护自己，保持最好的状态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练习逐个场，两脚并拢，周身中正，两手自然下垂，目平视前方，目匀速回收，收的时候收在头中心，两眼轻轻闭合，安静，静，想虚空，想着蓝色的天空，在头顶上方，想场内，想体内，想虚空，蓝蓝的天空，想场内，想体内，场内体内气充足通畅，想虚空，想场内，想体内，场内体内气充足通畅，安静，静，百会上云，周身中正，两眼轻轻闭合，头部放松，胸背部放松，腰胯放松，腿放松，全身都要放松，顶天立地，行松一冲，外静内静，心诚貌恭，依恋不起，神助太空，神意照体，周身融融，周身融融，翘掌，按地拉气，推，拉。
气，两手提前上升，玉肚齐平，回到肚脐，转阴掌，然后外展，外展要慢要匀，到体侧，逐渐到背后，手回到命门，两手顺势向上提至腋下大包穴，向内灌气，然后两手前伸，玉肩等宽等高，回到印堂，然后两个手臂外撑，一边要对着天边，两臂出现开成一字，转阴掌，顺势转掌心向上，两臂向上画弧，要慢要匀，两手到头顶上方相合，轻轻上拔一下，沿中线下落，要带着气往下落，逐渐下到胸部，成合十手，把手腕手跟轻轻地转动一下，把气收起来，转指掌向前，掌臂向前伸出，与肩等高，分掌，立掌，两手分开，与肩等宽，然后推揉撑住，平拉气，开，
深度力拉气起落起落起落松腕转掌向上横气，臂掌要放松，下面肩往里面合，两手到头上方，向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。两手下落，一边落一边往里灌气，手从头面跟前面逐渐下落到胸部，下面到腹，降到肚脐，中指两岸，然后两手分开，沿腰带慢慢向滑向后方，手在外面走，一定要从里边走到后面命门，中指两岸，然后两手向下导引，经臀部自然下蹲到大腿，腘窝小腿脚后跟，然后经脚外侧按到脚面上来，下按上提，下按上提，下按上提，就是要固定好，两手分开，拔地空气，然后两手转向腿内侧，往上导引，小腿到膝盖，大腿慢慢把身体伸直到小腹，把气收进肚脐，中指两岸，两手自然分开下垂，两手撑阴掌向侧平举，臂肘腕都要放松，慢慢向上平举，平举成一字，然后立掌，推揉手，
深度向前和后拉，前和后拉，前和撑住，两臂向前合拢，意念撑到天边，举着天边，两手向前合拢，与肩等宽高，推揉手腿。
下导演，指命门点按，然后两手向前，肩腰带慢慢滑向前方，到前面肚脐点按，帮你灌气。两手向下导引，过小腹，到大腿、膝盖、小腿，然后两手按于足面，下按。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把身体提好，两手分开，把地中气转到腿后，沿腿后侧向上导引，经小腿到腘窝，大腿后面慢慢上升，至臀部，再上到腰部命门。中指点按，两手分开，沿腰带向前一转的时候要注意从里面转，到体前肚脐中指点按，把气收进去，两手松开下巴还原，两臂手呈九十度角从侧前方慢慢上举，从地底下拉起个大气球来，往上上，到天上去，然后从天上把那个大气球再拿下来，向着自己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，两手下落灌气，沿着头两侧慢慢下降，经耳侧，两手乐于肩前，右手向前推出，臂四直飞直，松腕转掌向左捞气，以腰带动向左转，至九十度掐中腿，慢慢转身绕肩，卷于气腹，身体恢复正前方，左手坐腕向前推出，臂四直飞直，松腕转掌向右捞气，要慢一点，至九十度掐中腿，慢
们准心表坚，减于气腹，身体恢复正前方，然后自然呼吸三次，要随着呼吸点着气火往里边灌气，一点一按一松，两手向前撑出，转莲花掌，转的要慢要匀，然后成合十手，乐于胸前，把掌根轻轻转一转，把气往里面收一收，掌指天上举，要慢要匀，到头顶上方，臂伸直上拔，转掌心向前，两臂分开下落，带着气往下落，做成一字拼肩，转掌心向上，同时两臂向前合拢，要慢要匀，两臂与肩等宽等高，回到印堂，把气收回印堂里边去，然后落肘回抽，轻轻的往回收，两个手到腋下大包，注意把气稳稳的往里面灌，两手向后伸出，两手向外向两侧展开，慢慢至体侧，顺势转掌，两手向前拢气，两个手抱着大气球似的往回收，往回收，收回肚脐里边，然后两手扶于肚脐，氧气，两手还原，两眼慢慢睁开。好，大家活动一下，可以继续站或者拿着椅子练习开合拉气。上领，周身中正，两眼齐。
收起来，头部放松，胸背部放松，腰胯放松，腿放松，全身都要。手放到胸前，腹前都行啊。掌心相对，咱们再拉气啊，慢慢的外开，再拉气外开，拉开那么三次，两三次就可以了。
向上捧气，慢慢慢慢捧到头顶上方，两手掌心并向头顶，向头顶灌气，两手一边灌一边往下落，往头顶灌，一边灌想着那气到身体里边，手往下落，落下来，一直下落，一直灌到你需要的地方，灌到你需要的地方，把气灌进去，安安静静往里边灌气，安安静静往里边灌气，使气充足，气血流通，气血流通就百病不生，疾病都要消散，内脏和各部组织器官的功能要恢复正常，手要在有定的地方慢慢慢慢的转一转，一转把那气揉到身体里边，等到透进去，意念要想到里边，气在里边通畅，你意念要想着那个气在身体里边动，在你有病的部位，用意念在那个地方转转，那气就渗透到组织里边去了。是的，病就消散了。内心要认认真真的想，想到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想到那个病已经消失了，想到内脏的功能它已经正常了，两手放到胸前腹前都行啊，掌心相对，外开，内合，外开，内合，外开，
请收回体内，收到自己需要的地方。收到自己需要的地方，把气灌进去，安安静静、专心致志的往里面灌，气进去，气充足了，气通了，病就好起来了。大家主动用意识把气收归己有，使疾病消散，使身体健康。头部气血要充足，头部的气血要通畅。头部的疾病要消散，胸部包括心肺气血要充足，疾病要消散，腹部腹腔包括内脏气血要充足要通畅，病要消散，四肢的气血要充足要通畅，四肢的病要消除，四肢的功能要恢复正常。全身各部气血都要充足通畅，全身的气血要通畅，病要消散，病要消散，身体各部分的功能要恢复正常。把两手放下，两眼慢慢睁开。好，大家活动一下，今天就练到这里，大家加油，保持身心健康，谢谢。拜。